民众来到云林虎尾的自助餐店，一字排开各式各样的美食，看了口水直流。你今天要吃什么？拿着餐盒挑选，选了七样菜，一个香肠，一个鱼肉条，再一只炸鸡腿，装得满满的去算钱。自助餐板娘这一算，只要85元，民众大叹也太便宜了，还有人去买，也吓到po上网要跟大家分享。两个餐盒主菜炸鸡腿、鱼条、香肠、豆皮、豆芽菜、空心菜、金针菇，还有咖喱肉，七样菜。民众写着心想，随便都快200了，拿着一张500元钞票给老板，老板找回400元，大喊佛心店家。便宜，吃饭、便宜。大概都是点三菜，然后一组餐。然后大概55块左右，之前最多夹是80，四道然后一组菜，因为本身是桃园人啊，吃这样子至少都要100块耶。这间被人称为佛心店家的云林虎尾自助餐店，临近虎尾科技大学，让许多学生口耳相传 CP 值高，吃得很饱，甚至生活费快没了就一定会来这里报到。听附近的人，就是一些学长姐都说，好像还蛮便宜的，这个月好像如果钱不够的话都可以来这边吃，就可能也是体恤学生吧。对， CP 值非常高，味道还行，还可以接受，还不错，而且吃得很饱。据了解，自助餐的老板娘是越南人，嫁来台湾20年了，5年前顶下这间店，附近学生多，因此想说赚少一点，让消费者加好吧丢后，加上没有店名，就只有简简单单自助餐三大字，也成了地方隐藏版的佛心自助餐店。东森新闻中部中心采访报道。